积电其实它这个它有讲哦，未来他们要发展的也是这个CPU， 对，所以 CPU 相关的就是矽光子。那大家可以发现哦，像这个最近的这个 CPU。我的专栏小 T， 让我们欢迎台股最美女神苏立芬苏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丽教主苏立芬老师。欢迎收看股市印钞机。啊，老师，我们暴攻击的时候又来了。听说你有几档股票在三个月内翻了快一倍，那是我们新复星获利的96%，立即获利的80%，还有我们金利科获利的310%，华泰获利的41%，以及前顶获利的24%，就是获利了好多。那今天大家很关心的是我们的妖股华泰，对华泰，因为我们美超微的加持下，就是涨得还不错，持续创高，大家都想进去买，就今天买了，马上赔10,000块，因为它跳水了，这个要怎么办呢？好，大家最想要知道的一个议题就是，老师，万九了要该如何操作？我们先讲结论好了，万九指数攻上万九，其实操作难度真的是有比较高。是的，如果说你是看你看报章杂志讲说，哦，现在最妖的妖股华泰，你来买。对，你今天来买，开盘884，你买了之后跌到最低758，一张现赔多少？10,000块。所以说，在万九的时候，就是要什么？你要找第一个要有话题性的，有话题性的。对，你第一个要找有话题性的，第二个你要找位阶低的、刚转强的。就是，然后再来要产业前景，你买了才不会什么，就像华泰一样买了就跳水下去。对，那话题性是怎样的话题呢？好，那大家知道今天啊，台积电的熊本厂，哎，要在日本开厂，对，要开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对，资金就往什么台积电的设备。好，那除了这个资金网设备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今天的议题就是最近新的一个议题就是什么？你有听过一个英文字叫做 Sora？Sora 我知道 ，Sora 是那个 Open AI 对不对？对。我听说你只要输入关键字或是他模仿的影片，打就有高解析度的影片生成出来 ，AI 生成出来的哦。我觉得下礼拜我们要留意什么，就是跟台积电相关的设备，跟什么，跟这个矽光子，因为对，因为台积电其实它这个它有讲哦，未来他们要发展的也是这个CPU， 对，所以 CPU 相关的就是矽光子。那大家可以发现哦，像这个最近的这个 CPU 蛮强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4908的这个前顶。你看前顶呢，今天有没有涨停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创一个波段新高。我们用日线来看这个前顶。好的，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习惯买股票，如果你长期 follow 我们的节目，你知道我是买在哪里？我是买这个头肩底打底完成，我买在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这个位置对下来。KD 才刚交叉，有没有？我买了之后呢？你看，我买在100块，我就让它沿五日线上涨，有吗？你看这中间 KD 值都没有交叉向下，我们就持股续报，对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周线。好，我日线买，周线我教过大家哈 ，MACD 第一根翻红色的时候，你去做一个买进，对，你就一直报到什么 MACD 红翻绿，类似这个红翻绿之后。好，你再卖出，像目前我们买了之后，整个还是趋势还是多头，所以我就持股续报，对。好，那你来看月线，你看像这个前顶的部分，你看哦，通常日线是看这个当下你买的这个 KD 值这个指标嘛，那周线是看比较长，那月线我要教大家看什么？我们要看的是筹码。你看哦，随着这个前顶股价创高，你看它千张大户筹码持续增加，所以这档个股呢，第一个它有话题性，有话题性代表就是有能量嘛，量滚量才会持续上涨。是的。好，那随着这个 Open AI 它说哦新发表了一个 Sora， 所以呢这个需要这个光通讯，它就是这个题材就会水涨船高。那所
以呢，我们手上的这个前顶，在这个题材的话题下，我们就不需要急着出。那什么时候要出呢？我教大家一个 paper， 我们用日线来看。如果说这个 K 值呢 ，KD 指标交叉向下的时候再来出，目前呢 KD 指标又第二次交叉，所以代表它持续向上。如果 KD 指标都还没有反转交叉向下，我们就续报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对，这就是跟这个下个礼拜哦，跟这个Sora 好相关的题材股，我们可以留意。我们可以留意这些。哎，老师，那我们观众朋友还想知道手上那些持股是不是该换股操作了？有没有推荐的股票呢？好，那就是说在万九的时候，我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建议，就是说我们务必要检视手上的股票，因为指数已经到万九了嘛。我这个前几天看一个报道，他说到万九，每一位股民都增加80万的这个收入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现在手上的股票呢，就是都没有赚。好，或者说都不动，那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，倒不如像我说的资金做有效率的运用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手上务必要检视手上持股，如果是都不动的，或者说已经走空的，比如说是这个生技股，像这个生技啦、军工这个都不动，我觉得蛮可惜，都可以把它换到什么设备啦。好，再来就是光通讯跟连接器。那各位观众朋友都有记住了吗？我们刚刚老师有提到的，如果你要做换股或是新股的选择，可以考虑设备股、矽光子或光通讯的部分哦。那如果想要收到每日精准的投资资讯，一定要加我们苏老师的微官方 LINE 账号，用输入也可以，用扫描也可以哦。输入不要忘记小老鼠 GoGo 17888 GoGo 一起发发发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